缺氧就死了。缺氧。可怜了，他怎么缺氧？然后你怎么让他缺氧？没有，他夹着嘛，啊没有的换气就死了。哈哈。所以你们刚才看到的是尸体。他的头，他的头好像没有那个壳那个。也是还可以。真是专业。我帮他们操作。真是。